ViuTV 选秀节目《全民造星四》在上个星期六圣诞节完成总决赛，结果冠军 Marf、亚军 Gao 同埋季军 Day 三甲一定能够入选女团。至於其他入圍名單及一切詳情，官網就話等下個月12日先至正式公布。不過今日有消息就話，其他成員名單亦都已經曝光，當中話女團會有8位成員，除咗三甲嘅阿 Marf、阿搞同埋阿 D， 仲有被力推入團嘅心靈。即使心靈已經35歲，不過佢嘅表現足以證明年齡唔係障礙。其餘嘅成員仲有蘇晴、Vinka、Candy 同埋 Ivy Show。靠雨窗边听雨天，望着难落墨的信纸。如果说，如果不要说，只想去抱一抱你，也不知怎么变迁。就凭默念的句子，如此说，如此不要说。下次要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，愿你看看月圆。至于在总决赛被点名赞的 CK WinWin 以及被指是猴扣阿姐的 Alice 就榜上无名。期待一月一 app 生活升到。